操作方法わからないことありますかね。システムス OK。ノーマルシフト。这是我们的布拉希，希腊式。第三天我们的行程就是要去租车。租车干嘛？要去江之岛。Go！Loop， 这个上次有租过，没有看过的可以看右上角连结。那我们昨天的住是这一家 Hotel San Lot， 对面有一家全家，还蛮方便的。那我们现在去吃麦当劳，巴拉巴巴巴。I love it. I love it.好，我们早餐吃麦当劳。然后呢，我们是要吃他们的麦当劳早餐。那这个麦当劳早餐呢，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，它这个皮是松饼，有点枫糖这样的味道，在台湾没有的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们要去日本。Rent a car， 去拿今天租的车子 ，Go Go。搞半天，原来我看错日期，神经有够笨的。I got it for you。好了，先去看车。好费。太重了。拍照吗？哎呀 ，right here。哦，嗨嗨嗨。我再看一下。教学。操作方法わからないことありますかね。システムス OK。Normal shift。And side brake is this。OK。On brake and push is off。Pull is on。push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。刚刚早上犯了一个非常笨蛋的错误，就是我竟然租成明天的日期。还好有车，还好我们的东京公主日文一级棒解决了这个尴尬的问题，真是好棒棒。然后呢，这台是 Honda Fit， 就倒想到我们以前在美国那一台 Honda Fit， 真的又是 Honda Fit， Honda Fit 跟 Honda Fit 飞到永远。对，我们要出发 ，Go Go， 江之岛，预计10:30到达。他现在有一个状态，就是他在台湾开电车，开 Tesla， 他现在开回这种油车又是右驾，我有一点点担心，有一点紧张。紧张是好事。租车的话，记得要用 ETC， 真的要租 ETC。才330日币而已，到底要省那个干嘛？而且你那个才330块日币，租那个机器，然后多少钱的话，再回来再算。空间算不错，蛮大的。我们今天还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那个悬吊单轨电车。在东京的话，在千叶县跟那个镰仓。行驶600公尺后，走右侧车道上交流道。辛苦呀哥 ，Let's go。行驶600公尺后，并入该道路。我的天！这个钟头这么少，给我让化工控制。看到的是那个上轨道，就是轨道在上面的电车，悬吊单轨电车，悬吊哟，很酷哦。好，我们看到车子缓缓的哦，这样悬空的哇，哦，三节车。被我们拍到了耶！江之岛这边，江之岛路途快到了400公尺。我们停好车了，这边的话1小时400块钱，攻顶的话是2000。上次我们来火车站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灌篮高手火车站的时候，江之电的时候就说要来这个岛。
终于来了。我们上次太晚了，终于来了，不能上来了。耶、yeah ！我们先去吃饭吧。Go go！ 小卷，谢羹啊。这个是青铜鸟居，用铜做的鸟居，算是很神奇的一个，这算是老街吧。老街，是不是很有氛围感？古色古香。老街街。哦，来到江，来到镰仓，一定要吃那个小鱼，就是我们的布拉吉。希腊式小鱼冻饭，我上班吃的吗？我上班吃的。布拉吉。其实我们也可以，我因为我今天选的一个那个餐厅是有海景的，蛮人气的样子。我看网络上，生的这个布拉吉。要从这边爬上去的，爬过了那个山丘之后，又是一个新的城镇的感觉。这边想什么？像什么？像九份。我们要往这边走。我们要去吃午餐。龙宫。龙宫大神。龙宫。好，这是龙宫大神。Hello， 我们来到龙炼的钟。龙炼之中，你健体，为什么拉面？什么？没有套纸，上套窗了。这边深的那是什么？布拉希洞，深的布拉希洞，还有一个这个。这叫什么？小卷。小卷。小卷。定时。还挺漂亮的。生的布拉吉。对，生的布拉吉。感觉好吃，开动。这边的卖点呢，就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海边。好，那边就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哦，再三分钟。风很大哦。先来看一下这个岩屋岩洞。